真撮ってらっしゃる。映像、オッケー、オッケー、いいです。这是往秋宝瀑布的路上，现在温度大概有17-18度左右，很凉爽的温度。前面就是瀑布的入口，啊，这个就是瀑布下来的溪谷。走到瀑布边，大概还有100-200公里。是我的水仙。听到水声了，再往前一点就到了。这就是水声。对。下这一段下去，就到瀑布底了。再录了，进去吧。好啦，录完啦。沿着溪流下去，这一段也很漂亮。这个瀑布宽有5公尺，高度有60公尺。